波兰华沙音响展带给我的影响力和震撼力，它至今存在。华沙音响展号称是欧洲第二大展，因为排在第一的是 Munich Show， 慕尼黑音响展。但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它不单单可以称为欧洲第二大展，它甚至可以说是全世界第二大展。那么，但是它和慕尼黑音响展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是，慕尼黑音响展更多的是像 B2B 的，就是更多的展示给经销商或者代理商的，但是波兰音响展更多的接待的是普通的发烧友。时间过得很快啊，这个我这次做的这个音响展的这个内容是2018年的，就四年之前的。当时我还记得我碰到了这个 Michael Freeman， Michael Freeman 当时我第一天去的时候，他当时找不到这个拿记者证的这个地方，所以我陪他，我说啊，这个拿记者证要很远，很难找，所以我就陪他穿过这个地下停车库，然后去拿到了这个记者证，然后还和他路途当中聊了很多很有趣的话题。波兰音响展首先它的这个场地是分三个的，而且场地很大，它是分三个场地，一个是 PGE 的这个叫国家体育场，还有一个是 Radisson Hotel， 还有一个是叫 Golden Tulip Hotel， 就是说它在一个体育馆，然后还有两个酒店里面各住了不同的这个展房。三个地方的展房有一些区别的，像国家体育场那边的这个展房就相对来说比较大，所以呢它所呈现出来的音效会是这三者里面最好，因为它相对来说空间比较宽敞，所以租国家体育场的那些品牌都是大牌，都是一些大品牌，比如说像刚才你们看到的 Wilson Audio 啊，和配搭单啊，包括像 MBL 啊，包括像美国的这个 Rockport 啊，就这些大的展房都会在国家体育场。然后在 Radisson Hotel 和 Golden Tulip 呢，这有一些有趣的，就是 Radisson 它那边是有很多的这个，它楼层比较高，我记得没记错的话可能有八层这样子。然后这些展房呢大部分是当地的那一些这个自己的这个品牌，就当地的有一些本土的这个品牌在那边，然后从上面一层一层往下走。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 Golden Tulip 大部分是那种，我应该怎么讲，介于两者之间吧，就是也是本土的，但是不像规格去到这么大，但是也不像有些文型这么小，然后还是很 敞亮的那些展房。当时拍摄的这个录音系统比较简陋，因为是2018年，当时是使用的是iPhone 6的这个手机拍摄的，所以你看到画面的清晰程度和收音的这个情况都不太理想。这是第一次在海外音响展上去录一些声音和视频，其实那些素材当时并不准备回来做视频的，当时只是说回来作为一个回放和作为自己一个参考和留档，但是没想到就是现在我把它拿出来做视频了，所以请大家多多包涵。这次呢我没有用一些 HiFi 图片作为背景来去配图，现在我跟你讲话我都精选了一些在波兰旅游时候拍摄的观光照片给大家欣赏，别总是看音响好像有点太无聊了，所以呢我们这次就用一些观光旅游的这个照片，你看看有哪些是你可能认得出来的一些波兰华沙的一些场景，其中黑白的那些照片来自于奥斯维辛的这个集中营。接下来我来讲一讲波兰音响展给我的一些个人的这个体会，单个的这个展房的这个厅馆我就不多讲了，否则时间很长。如果你们想了解比如说某一些展房的，你们可以留言之后我会单独回复你们。在这里我只想讲一些关于波兰音响展给我的几个大的框架性的一个概念。第一个，首先就是它规模比较大，展房的数量比较多，请注意这个大和多一定比不过慕尼黑音响展，但是它给我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如果问我的话，接地气那还是波兰音响展，就是如果你是一个 HiFi 发烧友，然后你去看了很多音响展之后，你想去看一个真的是给发烧友所开办的音响展的话，波兰音响展一定是第一选择。而且我觉得我个人的这个判断就是波兰这个国家它的音响底蕴丝毫不逊色于任何世界一流强国，我觉得甚至在我那边看到的很多音响产品他们告诉我都是波兰做的时候我吓了一跳
你到慕尼黑音响展上去看，说句实话，没有很多这个 Made in Germany 的这个产品，对吗？它很多都是世界各地的产品。但是你在波兰音响展上，你会看到很多都是 Made in Poland， 很多都是波兰制作的或者是那些东欧那些小国家的一些产品。第二个给我的感受就是，波兰音响展上汇聚了很多有个性的这个产品。就是如果你报的目的说是你想看那些一流的世界的这个大牌，比如说像Wilson Audio 啊、Dan 啊、VTL 啊、MSB 啊、MBL 这些，那可能慕尼黑音响展是你好的选择。但是如果你说我想看一些小型但是有很有个性的产品的话，我相信慕尼黑音响展是非常棒的。它现场的一些产品咱们说有个性，不单单实际上是波兰当地品牌。除了波兰当地品牌之外，还有一些欧洲和日本的那些小众品牌也是很有个性的。但这些展我相信他不会去慕尼黑。比如说我打个比方讲，我记得现场我看到的这个，我们以日本的小众品牌为例，在这个视频里面前半段你们看到有一个品牌叫做 AudioTechna， AudioTechna 就是做那个大和那个功放的电子管功放的那一家。这个品牌在我之前是不知道的，我这次知道了这个 AudioTechna， 我发现哇，原来就是这家之前可能我看到过他们产品，但不知道这个品牌，但没想到这次看到，这个是一个很小众的日本的这个品牌。第三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它波兰音响展上汇聚了很多传统意义上的音响产品。这种传统意义上的产品我觉得可以归两大类，一个就是说胆机类产品，就是它在那边有很多，你看到很多胆机，而且这些胆机因为有可能是受前苏联的这个影响，所以他们有比较丰富的这个胆电子管的这个生产线或者是供应链，所以他那边大量的会采用电子管来驱动。还有一个就是木质箱体的这个扬声器会比较多，就是有很多跟现在欧美大量采用复合材料或者是非木质材料不一样，在波兰音响展上你可以看到很多还是用木质箱体的这些扬声器，他们的就这种是就是咱们怎么讲，一个萝卜一个坑嘛，就是用电子管机来驱动那些木质箱体传统扬声器出来的声音是很不错的，是很不错的。那么你还看到他当时有一个 GM100 的那个巨型的这个胆霸的这个后继，就是 Marron 的那个也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突然下次当他打开这个机器开机的这个时候，我还记得它是从零好像到多少时间，它是一点一点读秒的，一点点上去的，然后真的完全点亮的时候，房间是一下子从黑暗的一下子变成了白种，非常非常的亮。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不能说遗憾，但是一个事实，就是我没有在波兰音响展上见到很多大佬，或者我没有在波兰音响展上见到很多的厂商媒体人，或者是参展方的人员，或者是媒体人员。实际上这个也说明一点，就是说很多这个厂方的人员他更多的去关注 B2B 的那个慕尼黑音响展，像 B2C 这样的这个像 B2C 这样的波兰华沙音响展的话，可能更多的只有像媒体评论员会去。我在那边看到了 Michael Freeman， 看到了 Hi-Fi Pick 的那些人，但是其他的这个媒体可能对，没有那个声音，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波兰音响展的组织和筹划或者说管理，最后呈现给顾客的给参观者的这个感觉，并不像 Adam 在他网站上 PO 的这么光鲜亮丽，但是他很接地气。而且我觉得Adam 在组织运营这个咱们说展会上很不容易，他们也坚持了蛮多年了。而且就是整个给你感觉，虽然有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说 Michael Freeman 他就抱怨说都不知道在哪里去拿这个 press 的这个 badge， 他都不知道怎么什么时候，就没有任何的这个 guideline， 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告诉你我应该怎么走去到哪里，没有的。这些实际都是靠我嘴巴问，然后问了之后呢，很多人都不知道，就是那些工作人员可能各方面的原因他没有得到这方面的信息，所以帮不到我们。还有一点我忘了讲了，就是在波兰音响展上有很多美女，这是真的。你尤其在 PGE 的这个国家体育场，你会看到真的身材非常高挑的这个波兰的这个女孩子，年轻的女孩子作为在门口的这个引导员啊，或者是派发资料这些，这是一个真的非常亮眼的这个咱们叫风景线。